菜市场。星期天，我和妈妈去菜市场买菜。菜市场里卖很多蔬菜。妈妈问我，你喜欢吃什么蔬菜？我回答说，我喜欢吃软软的茄子。妈妈问我，你喜欢吃什么蔬菜？我回答说，我喜欢吃脆脆的高丽菜。妈妈问我，你喜欢吃什么蔬菜？我回答说，我喜欢吃甜甜的玉米。菜是。后来妈妈又问我，你不喜欢吃什么蔬菜？我苦着脸说，我不喜欢吃苦瓜，它吃起来苦苦的。Created using Powtoon.